清新啊，清。不会念。你好。你好。可以加速它，稍微一点点。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轻轻的。有伴的，没有伴的时候自己也懒得出来。有啊，跟那个有阿妈都要有人带啦，人导啊。可是你不是都在泰国？我在泰国住20年，他在印尼住19年。嗯，我会讲印尼话跟泰国话。对啊，又不一样。
个人在推，啊，一个人就是后面，然后弄出去的工作餐。田里都没有耕作的时候，然后就会约，对，大家都女生嘛，那个稻割完了，啊，然后那个草就都快要干了，就孩子就去那边活动，所以是用草，但是割稻起来那个草都干了，啊，地上都干了，土都干的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就因为那时候是什么产子，它是秋天的嘛，它都差不多都干了，差不多，入夏以后就是有这种。控油其实是从我们体内出来的一个活动，就是油车活动，是真的就是在火车上，然后是我也是坐进去，然后烤的东西也是有工作，像地瓜、玉米，然后之前怎么做呢？都会先包，因为像地瓜有皮，然后玉米也有皮。
所以他们就先用湿湿的土裹一层，然后再裹，好像要先包报纸哦。不会念，不会念了。真的啊，我记得我小时候会很像电影。